不熟。听闻四名弟子在修养结束之后会一同前往空僧山，正是陆雪琪。这位姑娘是？我是你们的救命恩人。莫名其妙，我劝你们还是回去吧，再往前走等于送死。我自称北河巡流云，我叫赤月，断不进去，是不可以跟我下的。说，到底有什么阴谋？在你们眼中，我们鬼王宗的就是杀人如麻、一语不合就会杀人全家的残暴之徒吗？我叫赤月，行事怪癖，人人得而诛之。谢天明一花，曲江中盛世繁华。这一生所想，说来也荒唐。求一颗欢畅，却赠了余香。得一人成双。姑娘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我叫碧阳，以后我们还会再见面。回忆如曾乱叠唱，不见过往。水潭连风寒凉，月清朗，梅花又只因念未央。水潭燃笑说红杏只为一场。好看吗？寻明星难见方，寻迹藏怎清醒的一世安康。青河岸边见，我待你。星辰翻云覆雨，尽在纸张。冷风渐起，当时年华天边晚霞，是他曾为谁簪花？人间最难留，当时寻常的这一场。笑他却负情深，风为心上朱砂，终是不及这天下。小江山如画，现在不说，什么叫磨过两日吗？是我误会了。既然来都来了，喝杯茶再走吧。尽兴回青云。谁自孤独是好映轩窗，左右眼他不敢相望。告辞。谁而今早已不是当时思量，三两不去美呀，是红妆纵横生杀浮沉跌倒。愿此生翻云覆雨，尽在纸张。东风渐起，当时年华天边晚霞，是他曾为谁簪花？人间最难留，当时寻常的这一场。笑他却负情深，风为心上朱砂。怎么会轻信一个来路不明的鬼王宗妖女？生如难见，当时情人非常复杂，碧阳奋不顾身救下弟子性命，身为青云帝，变成暧昧不明。乃至由此祸患，弟子对那妖女绝无回护之意罢了。红尘中事，纷扰时分，俗世杂物非但无益修行，反而会令人坠了心。师父，师父，谢天明一挂，虚张众生是繁华。师父，师父，师父，师父。